请问任何一个人，如果人家出个题目，请你去讲怎么样做好父母，你敢去吗？你根本不敢去，因为你一讲，人家眼睛就看到你，你自己做到没有？你看你家搞成这样子，你还好意思出来讲？你本身就没有做好，你还出来讲什么呢？庄严呢是讲求言行要一致的，你做不到，你最好不要讲。没有一个爸爸敢说我是个好爸爸，没有，因为我们受的限制太多。我们有自由吗？我们自由在哪里？我想照顾我的小孩，可是我天天忙于工作。我小孩生病，我想自己带他陪他去看医院，可是我要出差。看到有好东西想买给他，但是口袋里面钱不够。希望他读北大，他就是考不起，我也没办法。人生到处都是限制的，你有什么自由？你自由到哪里去？那你还讲什么？谁敢说你是好爸爸？谁敢说你是好妈妈？所以我们只有从孝里面反射到做爸爸应该怎么样，这也是中国人做人的基本道理。